我们走了那么久，半滴水都没喝过。进去看看有没有水和东西吃，好不好？这里那么破，连苍蝇都不会飞进来的，怎么会有东西吃呢？进去试试嘛。有人吗？大师，有没有人呢？ 我们路过跪地，想找点水喝，有没有人呢？大师，我们路过跪地，想找点东西吃，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呢？请问有没有人呢？走！啊，赶紧走吧，大师。 老家伙，你还说没有东西吃？出家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不知道？啊，小施主，我就是为了救你们才让你们赶紧走的。他们这是？他们都是为疫病人，我也是，我们马上就……快走，公差来屠村了！快跑啊！快跑！把他们全给我烧了！ 公差为什么要来屠村啊？这里可能真的有瘟疫，他们要把所有没死的病人全杀光，以杜绝传染。别说那么多，先离开这里。白色不要了。哎呦！哎呦！看着他们两个！哎呦，快走！哎呦！哎呦！哎呦！快跑！离远点！快走啊！ 小二，走吧，客官，本寨已经客满了。客满没关系，我们不是要住店的，只要给我们一碗饭吃就行了。远道而来，我们今天滴水未进啊！你饶了我吧，我们家有83岁的老母，又3岁的孩子，我求求你放过我们的小镇，放过我吧！你快点离开吧。我有什么问题啊？你瞧你的脸，我的脸怎么了？你的脸布满了血丝。 可能接触过那个老和尚，而感染了瘟疫，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没有啊。这瘟疫非同小可，开始脸上起血丝，过几个时辰就会死掉的。快走，快走，快走！惨了，我突然觉得好痒啊。你的手，不行，我们快去找郎中。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尽快离开这里。你在后面跟着我，要距离我2丈远。千万不要走近我。如果你走近，我立刻离开，知道吗？不要靠近啊！有没有水啊？请问有没有水啊？ 请问有？小仙女，你不要进来啊！这里有死了的病人呢。小燕儿，你等着我，我去找郎中。你想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进来。你要走进来，我就自杀。很快就不痒了。 是我，我也被传染了。
你还不是一样？两个时辰之前，我也像你一样，可现在不痒了，也快死了。你怎么知道？我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死，还陪我聊天，还给我烧开水、沏茶喝。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这瘟疫要人的命很快，然后他就死了。不过你放心，这瘟疫是有药可医的，你还有一线希望，要在两个时辰内吃才有用啊。但是这一线希望也等于是零，因为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的药都被吃光了。你不是要抓我吗？现在我在这里，你来抓我呀。抓？为什么不抓？抓着你和小仙女重重有赏，可以得到万两黄金。你杀了我们两条人命，仅仅是为了万两黄金？我做了一辈子杀手，只不过想赚足十万两黄金，就洗手不干了，做富翁。那你赚够了十万两黄金之后，又打算怎么样啊？给一大间屋子，养一大堆仆人，然后娶个好老婆，生儿子，把我所有的武功传给下一代。想喝茶的时候就喝茶，想喝酒就有酒喝，过几天无忧无虑的日子，再也不用为了钱而奔波了。那到现在为止，你赚了多少钱？做完这笔生意，刚好十万两。恭喜你！那我要恭喜你。你想要的，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基本上现在应该全部都有了。你想要得到一间大屋子，可以有很多的仆人，可以有一个好老婆，可以有两个很孝顺的子女，也不用担心柴米油盐。你所要追求的，我一只手就能帮你了。其实一只手都用不着，你劳劳碌碌到处奔波，甚至要拿你的性命去拼，而我一只手就全部帮你搞定。你不就是为了钱吗？现在你已经有钱了，你想要的所有东西钱全部可以帮你买到，但是你现在唯一需要的却偏偏是钱买不到的，你很快就没命了。那你说这一辈子你都干了些什么？到现在为止你一无所有，钱不能代表什么，你死了就什么都不会有，钱是带不走的。哎呀，这么怕死？为什么？为什么我有命的时候没有钱，我有钱时却没有命？这个世界很公平的，谁叫你杀那么多人？你没杀过人吗？没有，一个都没有。一样，都一样，到头来还不是一样死？完全不一样。我死而无憾，你死不瞑目。如果有天堂，我会上天堂；如果有地狱，你肯定下地狱。我不是叫你不要进来？外面有好多赌场的贩子已经过来了。过来，过来，我就传染给你们。我们是不会死的，我们带了解瘟疫的药。你们有解药，快点给我。只要慕容四小姐肯束手就擒，跟我们回去，我可以把药给这位少侠。好，我跟你们走。不行，我宁愿死也不会让你落在刘琦的手上。不行，我宁愿落在刘琦手上也不愿让你死。药就在这儿，只要他身上的氧一停，人就会死。好，只要你们给解药，我就跟你们走。不要啊，小仙女，小仙女，不要啊，小仙女，小仙女，小仙女，小鱼蛋，小鱼蛋，小鱼蛋，你好一点没有？
把这杯药吃了，很快就好。他为什么要救我们？他想要在死之前做一件好事。那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好多了。我们给恩公磕三个头，然后就走。终于离开疫区了。今天是13了。只要能在安全的躲两天，刘喜抓到你也没用了。可这两天我们躲到哪里去呢？就去一个刘喜不敢去的地方。什么地方？移花宫。啊？吴缺拜见大师父。听说东厂黑衣舰队威力极大，你觉得怎么样？有如天罗地网，宫中除了两位师父和吴缺，其他人遇上的话必死无疑。那就更得加紧防备了。大师父，吴缺有几句话希望和大师父单独谈谈。你们退下吧。说吧。大师父，吴缺自从在冰关醒来之后，脑海中经常听到您的声音。我教导你养育了你这么多年，你脑海中有我的声音，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师父教导吴缺的语气，吴缺非常清楚。怎么讲？为什么只有见到小鱼儿和铁心兰的时候，这声音才会响起？他们背叛了你，你还没有把他们忘掉。大师父，你究竟在我脑子里放了什么？闭嘴，你这是在质问我。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跟我说话的话，我就要按宫规来惩罚你了。出去。你不是说要去移花宫吗？为什么还留在这镇上？我听说这镇上的衙门跟东厂的关系很深，县官还拜了刘喜做干爷爷，才能被派到这个位子上。拜一个太监做爷爷，真是丢了祖宗的脸面了。有很多人宁愿要一块金子，也不要自己祖宗的一块灵位牌。你还没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镇上？我要让刘喜知道，我们要去移花宫。没办法。吧，掌柜的，这块玉是我家的家传之宝，已经传了十几代了。要不是我的老伴得罪了县太爷，被关进了县大牢，我说什么也不会把它卖掉啊！掌柜的，您看看，多给算点儿。这块玉倒是很通透，玉色也够绿，是上好的货色。我看可以给您80两。哦，说什么呢你？你神经病啊！哼，袁老太说她想卖这块玉，我看成色不错，所以你吃饱了撑着了，撑糊涂了。是是是，就这也算是好货色。你瞧瞧这啊，这既不够通透啊，又不够绿，这没准还是假的呢。不不不不，肯定是真的。哎呀，得，我看这镇上啊，也没人会买了。袁大嫂，我看你们家老袁被关了进去，我得帮您这忙啊。好，给你15两，够高的了吧？他刚才说80。嘿，
你也太黑了，你给人80文呐！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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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去！讨厌！哎，您要卖啊，给您15两。哎，不卖那就算了。卖不卖呀？那好吧。哎，哎呀的，啊！哎呀！老板，你这里有没有普通人、下等人买不起的珍贵至极的宝物啊？当然有了，就看你这下等人买得起买不起了。哦，好厉害啊！一眼就看出我没有你高贵，我买不起。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谁呀？我的妻子，慕容家四小姐慕容仙。你说呢？慕容家还有什么买不起的吗？哎呦，买得起，买得起！刚好有一块这上好的古玉，是杨贵妃陪葬的时候放在嘴里的。嗯，到现在啊，还留着贵妃嘴里那香气呢。哎呀！喂，啊，杨贵妃可是吊死的，死的时候舌头这么长，哪有地方放玉啊？那你这也许她嘴巴大呀、啊？嘴巴大的是你吧？我要的是一块真正的宝物，送给一位真正的美女。就是她呀？她是小美女，我要送的是移花宫的大公主邀月公主。那太好了，这块玉啊对她那是再合适不过了。真的？那可不是，您自己瞧瞧啊。卖多少？得了，为了表示我对邀月公主的敬重，我给您个特价，5折，3000两黄金。好兄弟，这个真是好兄弟。好，就这样成交。哎哎，黄金呢？2月30号慕容家会有人来付钱给你啊。好。哎，这2月哪来的30号啊？嗨，外婆，抢劫！什么人抢东西啊？哎，一男一女。哎，这满街上不是男就是女，有什么特征没有啊？啊，那女的她说了，她说她是慕容家的四小姐，叫慕容仙。慕容家一家200多口都被朝廷满门抄斩了，只跑了慕容仙一个，他现在是朝廷通缉的要犯。你知道？哎，我哪知道啊？人，你哪知道？弟兄们，给我带走！哎，别去！哎哎，这里没我事儿啊！别逮我呀！没事，走吧走吧走吧。老婆婆，玉还给你。这玉，我刚才卖了。没有。我就卖给那个老板了。你不要卖给那个老板，你被那个老板骗了。那现在怎么？物归原主，而且还有15两银进口袋了。嗯，啊，还有这样的事儿。二位大人，我只听到那么两句啊。他们要送那块玉去移花宫是吗？是啊。这人一定是侵犯的同党，收监。把他的家当全炸出来之后，打断他一条腿放走。哎呦，大人冤枉啊！大人，大人，这里真没我的事儿啊！大人冤枉啊！马上通知督主。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的计划？现在，如果刘喜知道我们会去移花宫，他一定会派人来阻拦我们。到时候我们进去，他们肯定会跟。移花公主见有人闯宫，肯定会大怒，见一个就杀一个。那我们不一样要死？我去过移花宫，说大不大，从前门到后门300步，一定到。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邀月公主不会守在门口。一定要先等到有人闯宫，手下丫鬟通风报信后，他才会出来的。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摆摆排场，先飞2根丝带出来，然后跳跳舞，撒撒花瓣，才能到大堂。我看从1数到300也未必见到他。啊，那又怎么样？我们就前门进，后门出，一进前门就拼命往后门跑，后面追来的太监人生路不熟，又怕有机关，自然不会尽全力追。
当我们从后门溜出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就碰到了邀月公主，然后死伤大半。能活命回去的就会告诉刘喜我们进了宜华宫，邀月公主出手包庇。你很聪明嘛。现在就只剩一个问题了。是什么问题？东厂的人可能会比我们早到宜华宫，说不定现在已经在门口埋伏了。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闯过这一关，能进宜华宫，还能保住性命？什么办法？靠他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什么东风啊？当年诸葛亮在赤壁大破曹军，火烧连环船，靠的也是东风。那东风对我们有用吗？有。小仙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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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你去哪里了？吓死我了。我去拿水给你喝。啊！趴下。你趴在那不要动啊。小仙女，快点上来！站住！站住！站住！手给我，快点！站住！快追！快！站住！吓死我了！擒贼先擒王，老大在后面。哎，快，都给我站住！你们谁要是再上前，我就不客气了。上！丝带先出人后出，我跟你说的没错吧？别说那么多了，我们快走吧。东厂的人也未免太狂妄了吧，连宜花宫都敢闯，根本没有把本公主放在眼里。我们方声誉捉拿侵犯，误犯贵公，请公主见谅。哼，见谅？我告诉你们，凡是不请自来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我们伤在了公主的手下，我想都主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怎么，你们居然拿刘喜来吓唬我？好，那我就把你们全杀了，我看他怎么办。
吴缺，你还有胆子来？吴缺，如果不是情非得已，我是不会来骚扰你的，逼不得已了。你对得起新兰吗？你不要胡说，新兰那么爱你，你不可以污蔑她，更不可以污蔑小鱼儿。闭嘴！我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有私情。不关你的事，我们被刘喜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本来是想借移花宫前门进后门出，现在就走，你真的不能放我们一马吗？闯宫者死！那你杀了我，放了他。要杀小鱼儿，就先杀我。师傅已经把追兵给收拾了，还不带他们走？你大师傅马上就到了。为什么？快带他们走吧，到外面用点耐心听小鱼儿解释。二师傅，听我的，走啊。二师傅命我出来耐心听你解释，有什么话你说吧。如果不是后天刘喜他要找齐五阳二阴，我也不会带小仙女来冒险。那刘喜已经得到其他五阳一阴了吗？我姐姐已经落在他们的手里了。那我该进京找他？不用了，他已经离开京城了。你还来这儿做什么？我为什么不能来？我在这儿嫁了一个无情无义不辨是非的丈夫，我在这里被邀月公主凌辱欺负，废去全身武功，我亲眼看着亲如姐妹的小小为了护我离开移花宫被活生生的杀死在这里，我为什么不能来？大师父说你不辞而别，他真的把你……嫁衣神功。我不会自废武功去污蔑他的。他欺骗你，他欺骗你，他不是他，他不是他。吴缺，我们为什么这么怕刘琦？因为现在没有一个高手能够敌得过他。如果你肯帮我们，我们就不需要躲来躲去，可以指导黄龙救淑妃和铁盟主以及四位前辈。来吧，你帮我们吧，难道我们会骗你吗？不用担心，反而应该放心。其实他可以杀了我们，为什么没杀，而是走掉了呢？因为他开始逃避，因为他开始明白了。青兰姐，你说刘喜离开了京城，他去了哪里？他带着五阳一阴离开京城，去了江别鹤家，因为刘喜的干女儿死了。那天我在客栈见到刘喜押了六部囚车出京，刚好鄂通天到了，我叫他抓了一个番子来追问，才知道刘喜带了六个囚犯去了江别鹤家。关键时刻他还去江别鹤家，难道他干女儿被杀了他会不管吗？老烟狗啊，你以为他还有亲情？我猜他现在心中没有任何事比抓到你还重要。这里离江家不远，刘喜可能已经知道我们进了移花宫，所以才带了五阳一阴来到附近。如果被他抓到我，他就会趁着七星连珠之日一齐西宫。很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想着逃亡，还要救出新兰姐的爹和我姐姐。对，你们在这等我，我去江家探一下。师父，我也去。不行，你保护他们，一有消息我就回来。哎，师父。甘岳父，别喝，你就不必多礼了。我干女儿的遗体在哪儿啊？别鹤已经处理了。嗯，他死在花无缺的掌下，死得好惨。
如有半句虚言，老夫便废了你的武功。不敢。吴缺和我干女儿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她？干岳父，边鹤知道您急着要找小仙女，又知道小仙女跟小鱼儿要去移花宫，便派人引她前来江府，准备诱擒她。谁知道花无缺他偷偷地跟踪在后面，也来了江府，他识破了计谋，就杀了夫人。别和没有半句假话呀！哼，花无缺知道你的妻子是我的干女儿，杀她不齐，齐就齐在连清嫂秀姑也一块杀了。他们是下人，花无缺杀他们干什么？怕是他们看见了杀害我干女儿的真凶，有人要杀人灭口吧。奴婢参见大都主。下人奴婢都滚出去，这没你的事儿。小女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奴婢，但是是小女亲眼看见夫人遇害的经过。说吧。那天小鱼儿和小仙女他们来到府里，我见老爷和他们聊得很开心，就到后院帮着秀姑和清嫂服侍夫人。夫人那天感了风寒，就没有出去会客，哪知道那个花无缺他突然破窗而入，清嫂和秀姑护主心切，就挡在前面，却被花无缺狠心杀害了。我拼命的叫喊，可是哪知道那个花无缺他根本就不害怕，他先杀了夫人，后来又追出来杀我。还好是老爷闻声赶到，他还中了花无缺一掌，但是花无缺也中了老爷一脚，才转身飞出去了。那小鱼儿和小仙女呢？当时奴婢真是给吓坏了，完全是六神无主，我根本就没有顾得上去看。后来只是听外面的人说，老爷一进去他们两个人就不见了，可以看出来他们是跟花无缺里应外合，串通一气的。谅你也不敢骗我。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名叫小燕。督主大人，小女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夫人真的死得很惨，你一定要替夫人报仇啊。哼，小仙女的大姐在这儿，她一定会来救她的。别喝啊，小婿在。起来吧。哦，谢干岳父。把后院腾空，我要练功。另外密室也用来囚禁那六个人。密室就是专为干岳父囚禁要犯准备的。哎呀，我的干女儿没福气，不过你要好好的为我效力，我一样会重用你。谢干岳父。我要休息了，办你自己的事儿吧。是。爹，没事吧？还真是聪明。玉燕自小就没有人疼爱，要是再不聪明一点，怎么可以活到今天呢？好，爹有样东西要给你看看，看你能不能帮爹的忙。来。爹，那是什么呀？这是你爹出头的机会，唯一不再仰人鼻息的救星。我不明白。这是武林至宝，是数十位波斯巧匠花了毕生之力才练成的一个宝匣，里面藏有移花宫的至高心法，邀月连星都还没有学会，叫移花接木。要是爹学会的话，那不就是天下武林第一高手了吗？可我得到他半年了，却无法打开。
怎么可以打开它呢？六个面的图案全部拼对成型就自然打开了。那可不可以用内力或者是力气把它打开？紫骰是用一种产于西域内湖的奇异金属千锤百炼而制成的，爹曾试图将其融入炉中，可是连铁钳子都融化了，它却未动分毫。一定有办法可以把它打开。一日得不到移花接木的最高心法，就一日都要受那流徙之气，时刻担心它吸取我的内力啊。爹，你暂时不用怕，刘喜他还要用人，以您现在在江湖的地位和声誉，他是很难找到别人来代替您的。哎，我是怕他知道是我杀了夫人。他早就已经看出来了，他刚才全是装的。真的？夫人只不过是他其中的一个干女儿，死了他也没什么损失。再说您的利用价值远远在夫人之上，再加上刘喜这两三天好像要趁什么七星连珠之日练什么功。是啊，如果他成功了，也只有这六刃神骰里的心法才能克制他。先不管他能不能成功，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打开这个神骰。啊，对了爹，你这个骰子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它。那是在半年前，爹查到他在一个姓涂的人家手里。机关周密，我曾请过天下第一锁匠崔百金来开启，却丝毫未动。现在屠龙夫妇死了，断了线索，真是后悔莫及呀。也许屠家的后人会知道打开他的方法。我曾花了10万两银子请红叶斋去打探，屠龙夫妇有一个女儿叫屠娇娇，10年前被困在恶魔岛。哎，她不敢出来，别人也无法进去，就算她知道解法也找不到她呀。爹，我虽然不懂什么奇门妙法，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种感觉，这个神骰最后一定会是我打开的。爹，可不可以把这个神骰放在我这儿，让我替爹打开这个哑谜？燕儿，从今以后你就是江家的小姐，不用再睡下人房了。爹以后再教你些武功。谢谢爹。原来杀我干妈一家就是你这个混蛋，还好你们不知道我在这里，老天爷赐我一个救人的好法子。小小爱妻，我又来看你了，带着你喜欢的花来陪你。不知道小鱼儿到了江家会不会有危险？他这么机灵，不会有事的。很难说，刘喜那么厉害，
而且江别鹤又那么阴险，还有那个江玉燕，我总觉得他有点古古怪怪的，说不定他比他爹更狡猾。你说的没错，可是我们的小鱼儿也是一条滑不溜手的鱼，他是没那么容易被抓到的。没那么容易被抓到，还不是被你抓到了？可是你知道他上辈子是什么吗？是什么？是一条真正的鱼。那你呢？我当然就是渔夫了，所以上天注定鱼和渔夫是会在一起的。嗯，我回来了。啊，小鱼蛋，你没事吧？不但没事，还想到了办法救你大姐，救你爹，杀死那刘喜。什么办法？原来江别鹤的手上有六刃神骰，可是打不开，所以他只能暂时藏起来。而这六刃神骰里面藏着移花功，失传多年的至高心法移花接木。这种至高的心法比刘喜想在七星连珠之日练成的邪功还要强上很多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落在刘喜手上岂不是很麻烦？江别鹤怎么会给他？这可是他唯一翻身的希望。我就行了，用六刃神骰来交换淑妃娘娘和铁盟主。我们哪有六刃神骰啊？有，我说有就有。就拥有过你的一切，谢谢你的告别，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也许因为我的天资不够，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但是可能你对我并没有那么了解。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两个人无话不说，再到最后陌生，我想我都可以去忍。路上的灯看着我们冒着雨在情节里飞奔，希望有个人能明白我的眼泪和我的后半生。原来我一开始就陷得那么深。